在鹿港有一道卖很久的在地美食，水煮饺是让吃过的人酥酥凉凉到会打折。到底是多好吃呢？连在国外的乡亲一回来鹿港，就要先来吃这在地故乡的好滋味，就可以知道这到底是有多迷人。鹿港菜市场里面有一家在卖水煮饺的店，他们卖的东西是非常的好吃，就连住在美国的乡亲一回来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吃这水煮饺。Been 150 years. 我扁食宴是用猪肉的皮下去做的，跟外面卖的不一样，外面的是面粉皮，我们的是猪肉皮，所以吃起来比较香比较 Q，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到我们这边来吃我们的扁食宴跟各种产品。来这人客每一个是都很欢乐，说他们的丸子真的是非常的好吃，因为他这水晶饺比较好吃，那个水晶饺他的外面的皮是用脆去做的，不是用原传统的这个做水饺皮，所以我感觉较好吃。我感觉这汤头足好吃，啊，伊个水饺甲人无同款，足 Q 的。其他丸仔嘛，就是讲真材实料，我感觉袂歹。用米粉皮做出来扁食，大家应该拢有吃过，但是用这猪肉做出来皮就无一定啊。后界民众若有机会来到鹿港，会当来菜市仔食看卖，这鹿港传统的好滋味。新中华新闻蔡中青，鹿港采访报道。